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木木圈呢，我是木木。唐朝的大诗人张继，他写过一首诗叫做《枫桥夜泊》，里面提到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今天我就来介绍这首诗里面的寒山寺。时间来到公元502年，也就是距离唐朝100多年前。那时候的中国南北各自为政，史称南北朝时期。南朝的统治者梁武帝，他笃信佛教，以佛化治国，所以在江南的地方建了非常多的佛寺。寒山寺就是这时期新建的，在当时叫做妙丽普明塔院。整间寺院的位置呢，就在姑苏城的西方。到了唐代，高僧寒山子来到这边弘扬佛法，所以就有大家熟悉的名称叫做寒山寺。唐代以后，寒山寺变得非常有名，也变成战火针对的目标。像是元朝末年天下大乱，寺院从此就没有了佛塔。1860年，太平天国来到苏州，他们对寒山寺也进行大量的破坏，变成了荒烟蔓草。一直到清朝末期，有两位江苏巡抚，他们前后募集资金，重新兴建寒山寺。这一建就建到了1911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老照片，就是那个时候重建的样子。所以唐诗里面的寒山寺其实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看到的都是清朝末期的建筑物。现在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前面看到的是寒山寺的正门口，虽然叫做寒山寺，但其实周围并没有山。它的旁边是京杭大运河的支线以及江春桥。由地图上来看，运河在寺院的西面，所以寒山寺坐东朝西，让香客可以由西面的运河方便进出。唐朝中期发生了安史之乱，政局动荡，所以很多文人来到了江南避难。大诗人张继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在这个运河旁边，因为做客他乡非常的忧愁，所以写下了夜半钟声到客船，也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。寺院的正门有写着寒山寺3个大字的墙壁，它几乎遮住整间寺院的入口，这种结构叫做罩壁。由老照片来看，寺庙的正门口分别是山门、六角亭还有天王殿，并没有这个罩壁。它其实是在1954年新建的，属于现代的建筑物。根据很多书籍的记载，上面的3个大字是清朝末期的文人陶俊先写的，原本就摆在室内的回廊里，1954年在修建的时候才移到了罩壁上面，现在也变成大家来到寒山寺一定要拍照打卡的景点。继续往里面走，可以看到一块空地，这是清朝末期盖六角亭的地方，现在亭子不存在了，只剩下天王殿。天王殿是佛寺的标准建筑，它主要供奉的是弥勒佛还有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是佛教的守护神，分别代表风调还有雨顺。天王殿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神像，可以直接面对释迦牟尼佛，叫做维陀菩萨。他是整间寺庙的保安队长，手上拿的金刚杵朝下，代表僧人来到这边化缘，不提供食物还有住宿。寒山寺就是这类型的佛寺。另外，金刚杵朝上代表可以提供3天的食宿。这样的寺院其实蛮少的，杭州的法喜讲寺就是其中的一间。穿过天王殿，可以来到寒山寺的院子里。院子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花圃，上面写着妙丽中峰，就是在讲寺庙以前的名称叫做妙丽普明塔院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两位巡抚前后的募款兴建寒山寺，石刻上面的署名陈德全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寒山寺在陈德全重建的时候，这4个字就是摆在门口的石刻。寺院的重建也一直到1911年，在那一年也发生了武昌起义，陈德全就率领江苏省响应革命军，让江苏很多地方不用受到战火的波及。寺院在现代重建的时候，这些石刻就被嵌入了花圃上，留存了这段历史。继续往前走，可以看到大雄宝殿，这个建筑是整间寺庙的核心，主要供奉释迦牟尼佛，很多法会还有诵经都是在这里面举行。由老照片来看，现在的结构跟20年代的几乎一模一样。这是陈德全修建寒山寺的时候留下来的建筑物。大雄宝殿周围有很多重要的法器，像是这个铁柱的结构称为宝顶，上面4个字“大化陶龙”，就是期望佛教可以度化众生的意思。在寒山寺，宝顶上面可以让香客绑上红色的丝带，有祈福的作用。
在殿堂的两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器，叫做出石台。通常僧人会在上面撒上食物，来供养孤魂野鬼。在很多的寺院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习俗。另外，在寺院里面有很多神兽的装饰，像是屋顶上龙头鱼身的雕刻，这个叫做螭吻，是龙的第九个儿子，它是水属性的神兽，在屋顶上有保护建筑物免于火灾的意思。大雄宝殿旁边还有龙头龟身的雕刻，它叫做碧系或是霸下，是龙的第六个儿子，传说它很在意自己的功名，所以每天在湖里面翻来覆去的，造成湖水泛滥。大禹收服霸下后，就在他身上立了石碑，石碑写满了各种功绩，让霸下好好的保护石碑。从此呢，他也就不再乱翻身了。在寒山寺，这种石碑一共有两座，都是从安徽运过来的，不是原本寺院的东西。石碑上主要是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的一些石刻。龙生九子的装饰通常会出现在寺庙或是皇家建筑里面。寒山寺在很多的角落都有这样子的石刻。大家有机会来玩的话，可以观察看看。在宝殿的外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拜拜的习俗。首先可以去店里面买蜡烛还有香，点燃的蜡烛插在烛台上就可以点香。拿香拜拜的时候，只能在外面的广场拜，先拜大雄宝殿，再顺时针的拜其他的方位。拜完之后，香插入香炉里面，不能拿到室内去。寒山寺其实不只是观光景点。如果你常来的话，每天会遇到很多的朝拜人潮，也会看到各种法会。寺院在1000多年里面不断的荒废又重建，一直到了现代，它还是当地很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在寒山寺的南侧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叫做碑廊，里面记载各种跟寺院有关的石碑。这些石碑很有名，在民国初年有个职业叫做黑老虎，就是专门来拓印石碑，然后拿去市场卖。碑廊里最有名的是这块枫桥夜泊的石碑，这是1906年重建寒山寺的时候设立的。当时的巡抚叫做陈奎龙，是清朝末期另外一位重建寒山寺的官员。陈奎龙特地邀请当时的大文学家余悦来为寺院写石碑，石碑的正面就写着"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"，并有余悦的署名。这石碑最有趣的地方是在背后对诗句的注解。在古代资讯不发达，一首诗有很多种写法，余悦对这首诗也做了很多查证，并且记录下来。像是江枫渔火，在宋代中吴祭文里面有个讲法叫做江春渔火，他特别记录下来告诉后人有江春渔火的说法。渔火也曾经被误传成渔父，在石碑的侧面也告诉大家渔父的讲法是错误的，应该是渔火才对。枫桥夜泊是被传唱1000多年的古诗，在古代资讯不发达，一首诗要传承1000多年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碑就是一种传承的方式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另外，传说岳飞从北伐的前线被召回的时候，曾经经过寒山寺，并留下了墨宝。在另一侧，岳飞的碑文有写到：“三生马蝶胭脂血，五伐七霄克汉头。”胭脂有塞外民族的意思，骑马都要踩着他们的血，展现了岳飞要北伐的决心。碑廊的另一侧是清朝末期康有为的石碑，他来到寒山寺，听说寺内的古钟已经被倭寇劫走了，所以开头写下钟声已渡海云东，记录这段历史。但其实寒山寺的古钟到底去哪里已经是历史悬案，现在寺内的钟是清朝末期和现代铸造的了。碑廊里还有很多有名的石碑，他们能保存到现在是因为寒山寺的法主和尚性空法师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用泥土把碑文全部涂起来，上面写上伟人的标语，让文物受到了保护。在浩劫之后，性空法师也被请回来担任寺院的方丈，一直到2017年长眠于寒山寺，享寿97岁。
参观完碑廊往后院走，就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建筑物，这是寺院里面的钟楼，是清朝时期重建留下来的。走进钟楼，看到的是重建寒山寺的碑文。寺院里的钟悬挂在二楼，唐诗里面的古钟其实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看到的钟是清朝重建寺院时铸造的。在钟的表面有光绪32年以及黄土巩固的字样。清朝末期一共花了5年重建寒山寺，从江苏巡抚陈奎龙开始，一直到陈德全结束，他们募集各界的资金重新兴建寒山寺，很多捐款人的姓名以及金额就被保存了下来，也被记录在钟楼的碑文里面。在钟楼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寒食殿，这是寒山寺特有的建筑物。寒食讲的就是寒山还有拾得这两位高僧，他们感情很好，一起传播佛法，又叫做和合二仙，祭拜他们有家庭和谐、社会安详的意思。雍正皇帝曾经大力推广和合二仙的信仰，陈德全也把相关的资讯公录成了石碑，放在门口的六角亭里。六角亭损坏之后，碑文就移到了碑廊，保存了这段历史。穿过寒食殿，就可以来到寺院的佛塔，这是专门存放高僧的舍利以及法器的地方。寒山寺在元朝末期佛塔就被摧毁了，之后的600年就一直没有佛塔。到了现代，在信空法师还有各界人员的努力下，1996年终于完成了重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塔就是重建之后的样子。走到这边，寺院就要逛完了，后面就是一些石碑以及信徒捐献的文物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关于寒山寺的资讯，我主要参考《苏州园林名胜游览手册》这本书，里面图文并茂，写得非常详细，推荐给大家。今天内容先到这边，我是木木，我们下期见。